我跟你的时候，比赵总会大不了几岁。我也年轻漂亮，看见你也心慌心跳，甚至想过为你死。 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跟年轻的时候比，你变了。大家都在变，只有心底里的一点东西不容易变，所以总是自讨苦吃。到最终，合不合得来？ 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. 您好，您所。喂。喂，小钟。啊。哎，你在家吗？啊。哎，你帮我到楼上看一下，赵子慧他回来了没？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关机。
天哥，我两个小时之前就告诉自己不要上去，不要上去，我怕我上去以后真的会爆炸呀。怎么，又是假小朵啊？合同做好了，真有效率。一天的事情要一天做完嘛，你的钱是和股份都在上面。来，领导，辛苦了一天，补充点能量啊！快喝，谢谢。签字吧。是这儿吗？对，来，那我们先签。我想提前去巴黎总部工作。提前去你自己定啊？我自己定不了。颜若洲，之前都没放你走，现在前妻回来要复婚，更不给力了。他也定不了，吕倩能定。啊？你洗脚水都凉了，我留着一会儿擦楼梯用的。好了，合同签完了。明天呢，你把合同给邵仲还有徐天签。徐天明天回老家啊？我知道。哎呀，他戒指放我包里了。戒指？什么戒指啊？你别管了，合同给我吧。我先去倒洗脚水了哈。水，我这要端盆石头，你可怎么办呀？提问：什么物种会在大半夜往外扔石头？我不是打个比方吗？那这也是比方。我平时吧，我这水我都倒楼上。那今天我这不刚洗完脚吗？我就端着。你等一下。洗脚水。哎，你就当顺便洗了个澡呗。小小朵，你真是我前世的冤家。哎，你这么说我会脸红的，不妥当，不妥当。我不和你一般见识。这样，明天我就跟徐天说我退出，好吧 ？I'm out. OK. 我学了两年的厨师，我不给你打工。你别动，你这儿等我。怎么了？还没有烧中毒，你呢？
我和赵子慧都签过了。强迫我签啊？看清楚，我投了8000块，不比你少。股份我10，你30。赵子慧和徐天一人30，我已经签过了。看清楚再签。洗脚水啊！小丽，下来吃饭了。小丽。小丽，起床了吗？小丽，小丽，小丽。喂，阿姨，一大早跑哪儿去了呀？火车上。我买了和徐天同一班的高铁票，下午一定回来。酒楼冷冻机坏了，今天那么多人吃饭。好了好了，一个都不让我省心。都不要回来了，我等一下就去宣布喜酒便请客，红包退回去。哎，我保证和徐天一起回来。我保证。你保证啊？嗯。喂，怎么还没起床啊？几点的高铁？11:30的，我不回去了。啊，不回去？那你家里人怎么办？家里也没什么事儿，先把合同签完了吧。签完合同还有好多事儿呢。哎，我昨天晚上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都打不通，合同弄完了。那我去找你。我上班呢。我来找你。行，几点到？我下来。9:30。好。就这个。对，就这个。谢谢。没事。怎么？就你一个人啊？那有几个人？你都不用来，明天就给你发货，等着用。好吧。有车吗？坐稳了啊！车坏了，在哪儿坏的？给酒楼打电话呀。
他上海了。你在上海？九楼冷冻机坏了。没想到这么重，抬也抬不动，出租车都叫不到。哎，不是，冷冻机为什么你自己来拿呀？本来想说要看看你们，现在回去高铁都赶不上了。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不知道呀。哎，那你问一下啊，你离外滩搜远不远？哎，师傅，啊，外滩搜远不远呀？哪儿？不远。那你在那儿等我啊。冷冻机大概有多重啊？七八十斤吧。你傻瓜呀，自己搬。那你等我啊，我马上过来。哎，师傅，麻烦你快一点啊！好嘞，好嘞。来了，主管。小胡，胡丽。啊。哎，一号有人找我，就说我马上回来啊。严总可已经到了啊，刚吩咐我，他说等你一到就进去找他。我马上回来。走啊！风向变了呀，以前严总倒咖啡牛奶就到，能有什么急事儿呀？哎，严总，他人呢？刚不是在吗？他说马上回来。帮我泡杯咖啡。我啊，算了算了。你现在到哪儿了？到了，快点，火车也赶不上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改签吧，过两天我跟你一起回去。不能改，货都提出来了，晚上九楼还等着用呢。那你在外滩搜过哪面啊？C 座吧 ，C 座东边。行，知道了。嗯，快点啊。严总，我在下面。你上来。严总，先上来。师傅，麻烦你快一点啊！啊，好。徐天，喂，喂，你在哪儿？严总刚才把我叫回公司了。我到了。赵子慧，我来。什么东西啊，这么重，车都翘起来了。去高铁站。去高铁站，车压坏了怎么办？车坏了是你的事儿啊，我们付车钱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要不然你再打一辆。都这么说，来不及了。时间不要钱呀，你这东西快搬出来。你不搬我搬了啊。上车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跟你说了，东西太重，多给你50，别欺负女人，走不走？你又不是女的。100，机器算一个人。行吧。
小李是跟你说昨天晚上的事情，我知道你听到了。如果没有工作上的事儿，我先下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说什么？朋友在下面等我。去吧，去吧。好。喂，你在哪里啊？哦，送我女朋友去高铁站。哦，她来了。哎，我马上回来找你啊。不用不用，你先回盐城。不行，合同今天一定要签。可以，等你回来再签。说好的一天的事儿，一天必须做完。好，就这样啊，一会儿去公司找你。啊。朋友啊。哦。和我开饭店的，我的票和你是一个车次。哦，师傅，去虹桥火车站。你自己一路小心，注意安全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师傅，我一会儿还要回趟外滩 SOHO， 你等我一下。这里不让停车，车钱都付过了，楼下的的士多的是。来，我来。走。车站实行实名制验证，票、证、人一致方可进站。徐天。快点啊！你怎么才来啊？你有没有点时间观念？知道多重吗？怎么插队啊？哎，我不是插队啊，我们是一起的。哎，拜托拜托啊！来来来，这谁呀？我女朋友高丽。啊，就是管你家酒楼那个女朋友啊？都归她管。哎，你们站前面，站前面，你们接着。老总。那个酒楼全都归你管呢，给我阿姨走。那后厨呢？大厨坤师傅。准备进站。老总，你可比照片上好看多了。你看过照片？看过呀。你的照片不就放在徐天的钱包里吗？他经常拿出来给我们看，是吧？包子，拍马屁也要有根据啊！我什么时候带过的照片啊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你这个男朋友也太不到位了，哪有不拿自己女朋友照片在身上的？而且是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我要是刀总啊，我早就把照片给你一张了。什么东西啊，这么重？吴梦姬。证件。给。超重了，我们两个人，除非把这行李拆开。不能拆，那就办托运吧，晚一天到。要晚一天到，我就不用跑上海一趟了。对啊，这么重的行李，你就是出了车站你也拿不动啊。我们拿得动，拿得动。到这边办理一下超重行李的付费吧。我们两个人还要付超重行李费啊？一件行李啊，只能跟一个人走，算上你也是超重。
我来。多少钱？300。到车站了吗？便宜点吗？到了。等我一下，给你送合同。不用，等会儿我去公司找你。不行，因为我才当哥的，等我一下就好。真的不用，我不走。师傅，开快一点。谁呀？朋友。都办好了。我宿舍东西还没收拾呢。先回家住几天吧，沈阿姨不高兴，你住两天回来再收拾。毕业了，学校要清宿舍。让同学帮忙收拾一下。我事儿还没办完呢，肯定走不了啊。哎，别说了，不是都办完了吗？咱们赶紧检票吧，要不就来不及了。哎，我帮你把冷冻机抬上车去啊，到那边了让喜儿接你。包子啊，一路上靠你了啊。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啊？真不回去？我合同还没签呢，肯定走不了啊。一天的事儿一天办完，要拖下去拖下全是问题。你不走怎么办啊？今天家里酒楼不是要用冷冻机吗？我不管，反正不能一个人回去。爹，你不走肯定不走，你现在就给阿姨打电话，说我也不回去了。阿姨的，喂，小丽，上车了没有？还没。太可怜了。阿姨，我不回去了。哎，你跟我们回去一趟能死啊？再说了，你不回去，谁介绍我面试啊？现在你又把刀总给得罪了，这样对我面试很不利，你知道吗？闭嘴。我已经到车站，检票了吗？谁啊？没有。我在3号门，你在哪儿？啊，看着行李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啊。看清楚了，4份合同，钱数和股份。就按昨天说的改好了，现在签字。没想到你真来了。对啊，一天的事情一天做完嘛。来，还有戒指，举起来，我看一下。好了，任务完成了，你回盐城，我回公司。谢谢啊。走啊，赶车啊。你先走。走了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看。哎呀，戒指。结婚戒指啊！你才结婚呢！哎，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我怎么没见过呀？哎，你怎么神神秘秘的？哎，刀总认识他吗？包子，你别当厨师了，不当马屁精我觉得都可惜了。不过我劝你想清楚，酒楼到底是谁家的？你家的。要不取消吧。不结婚了。
跟阿姨说了。我跟你走。你说什么？跟你回盐城。走了，刀总，走了。刚才你为什么拍照？证明你拿到戒指了，不能赖账。进来。严总，现在都几点了？这么久啊？去了一趟银行，这里是10000块。做什么？那天我的卡被吞了，所以拿了您3万块，先还您10000，里面有新借条，麻烦明天。把那张3万块钱的借条还给我。这些都无所谓的。本来就是要还的。昨天晚上。哦。昨天晚上我不小心听见了您和吕总的谈话，无意的。但是谢谢您。谢什么？之前2年都感激，我不想因为我而让您为难。如果因为我在而打扰到您和吕总，我想走。开玩笑，凭什么让你走啊？我在全部门业绩最好，我热爱 YDH。对啊。我是说，我想去巴黎总部。部门有一个名额。您答应过我的，可是那是明年的事情。我怕再待到明年，吕总会更为难。我跟他说吧，往总部变动人员，最终还是要通过他的。谢谢严总。我找你来是要谈那份餐饮股份合同的，你坐。昨天晚上你电脑没关，我看到了。只是帮朋友的忙。法人叫徐天，还有另外2个人。嗯。这种路边小店你也有兴趣？这不是你的风格，你一向目标明确，不浪费时间的。他们和目前的我是一种人，能给我快乐。这些天要是没有徐天，我可能会很难过。我现在很好的原因也包括那份餐饮股份合作，但这不会影响我的目标。你的目标是巴黎总部？巴黎也不是我最终的目标。那是什么？在上海有尊严的生活，有值得骄傲的事业，能给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体面的生活。你刚才说他们跟你是同一种人？和以后的我不是一种人。我的目标要去另外一个方向，吕总才是我的目标，有身份地位事业，值得让人尊重。他不完美，但你喜欢他，我也喜欢。
我是担心那份合同，你如果签了，跟他们就有共同的方向。是不是因为我？一点也没有。我是 YDH 的员工，我有自己明确的目标。那就好。嗯，我什么时候能够知道结果？你是不是去巴黎总部？嗯。如果我不想让你那么早走了，您答应我的。我答应过的。那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去工作了。阿丽项目的资料还要整理，吕总吩咐的。去吧。帮你拿吧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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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自己来。我帮你拿吧。你把你自己箱子拿好吧。丽姐，金哥，这儿。刀子，你吃点吧。我不吃了，谢谢。你吃吧吃吧，坐一路车，我看你什么都没吃。哎，你好啊，那个我叫包小花，他们都叫我包子，我是徐天的同学，来你们酒楼上班的。你好，我叫喜儿。啊，你是后厨的？我管前头，领班。领班呐？哎呀，那么年轻就当领班了，你可太厉害了。新郎？酒楼有喜事啊？啊。哎，你说这些结婚的啊，都喜欢到酒楼去结婚，不嫌麻烦。我们好沾喜气呀！哎，阿姨，小丽，往酒楼走了。嗯，我跟喜儿说了，徐天下车就把西装换上，别忘记啊。你先下车，从后门进来，我在门口等你们，啊。恭喜！哎呀，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恭喜！这是好事，恭喜恭喜啊！老总，车来了。走吧，快进去。西装呢？哦，车上。拿出来。这盐城风怎么这么大呀？还说风大？你多久没回来了？来，把西装换上。西装？换上。什么西装？换上再说。上车换吧。帮个忙。啊？哎哎。丽姐，我要叫嫂子了。叫什么啊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看那么大字儿，你不会看啊？徐天刀立，喜结良缘。不是，这么大事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那你现在不知道了吗？小弟知道吗？我比你早知道。行了，你别想了，你现在跑得晚了。我告诉你，全盐城一半的朋友都在里面喝上了。走，进去，进去。恭喜天哥！恭喜天哥！恭喜天哥！哎呦，啥事体嘛？结婚啊！等一下。